选 B， 答案是 A。 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的。我们都知道这些顶级猎手身上有超赞的毛皮，其实是赞上加赞，因为他们有两种毛皮能在这种严苛的环境里保暖。首先是外层毛皮，由15公分长的毛发构成，油润又防水。我们如果跳进这片海里几分钟就不行了，这里的水超冰，但北极熊的外层毛皮能让体温稳定维持在摄氏37度。在它们的潜水防寒衣底下是更短更粗的下层绒毛，这层毛能把热能留在皮肤上帮它们保暖。北极熊能一直暖乎乎，皮肤本身也有贡献。在乳白色的毛发底下，北极熊的皮肤其实是黑色的，所以能从北极的阳光里吸收热能。